今天给大家拍一个视频，就是有关在一面墙上开窗户。那么通常开窗户这个涉及到结构的，首先你一定要申报涉及到结构的。那么再一个，按照 bylaw 的话，你不可以随便开窗户的。再一个，如果你开窗户的话，你透气啦、通风啦，或者各种问题要涉及到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只是给你演示这个窗户如何开。那么其他的，比如说法律问题啦、bylaw 问题啦，你都要上网查你当地的CC 号的要求。我们今天只是针对这个开窗户而教大家如何开一个窗户，好吧？其他的问题不涉及到。你看，首先你要定准这个窗户的位置，基本上在一面墙通常都是在中心点。你看，我已经定中心点了，是这个中心点。再一个，第二个要求就是，基本上你要看看你这个整个房子是怎么，所有的窗户基本上从天花到这个窗户的上沿都是一样的尺寸，你要看看其他的房间的尺寸多少，这是最有关键的。也就是说，从天花向到这个窗户的最上面，这个上面这个尺高度，所有房间都是一样的，这是最最关键的。你比如说，有的是要厨房啦、厕所啦、房间啦、客厅啦，所有的窗户你看一下，都是上面是一准，下面都是不同的要求。那么可能是客厅的相对低一点，房间的相对高一点，那么厕所了也相对高一点的窗户，说每个房间的窗户高度不一样的，尺度的也不一样。那么我这个想定格就定格在这个地方，大家看一下，定好位了，然后要把它四周先用这个手锯把它割一下。当然我现在要说的一点是，首先你要买好你的窗户，看看根据窗户的尺度来开这个墙，这是最关键的哈。忘了告诉大家这个，你首先要把窗户买回来，再决定怎么开墙洞。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开墙洞需要的工具。那首先要这个红外线，打上这个，你看，要定好位，直线定好了，你看天花线定好了。然后呢，那么要个，这是找木方的，你要找到基本上在哪有木方，心中有数。找木方，你看。然后当然尺子肯定要有，大家看。然后手锯，然后大的手锯在下面。所以工具要齐全。那么下一步最关键的是，要开外面墙洞的话，要从中间从这打出一个中心点来，还是直接用割，直接从里面割就直接就出去了。打四个角，这从里面割行了。对，这打四个角，打四个眼以后再外面去连线。这很关键。我们刚才师傅也说了，就从现在打四个眼，一二三四，打四个洞打出去，然后在外面割，这是最为精准的。说一步一步吧，这不先从里面。到尺寸，现在我们切割的墙的尺寸基本上比我买的这个窗户要多出两寸来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现在切割的这个，因为你切了，如果说你这么，比方说你肯定不可能不精准，那肯定木头切的话，切出来了以后你就得补灰吧，因为我不想补灰吧，就这个意思，不想补灰吧。现在正好的尺寸，对，这是多了半寸的尺寸啊，多了半寸的尺寸，对，我不想切灰吧，那正好的尺寸就是，对，不想切灰吧呢，就说要把顶上切了以后呢。有可能还是不行，因为还是得那个，还是得把它拉大，可能还是要补灰吧，补油漆。因为什么呢？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割下来以后直接做框不行吗？不要不要。不是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现在问题你割了以后呢，它这一根一根一根的都是整到顶的，是整到顶的，整到立的。那么你现在把这些都取了以后呢，这上面这一根两根上面就悬浮在空中，那么我们就想法，我想的就是说。这个木头在这里，然后我就要把它拨过来，拨过来以后就把这里拨掉，拨掉以后这一根木呢就要伸在这一根木上，然后这边要伸在这根木上，明白？就形成一个挑梁， okay, 对，形成一个挑梁，它的吃劲，对。所以呢，到时候这边还是要拨开，拨开最后还是要补灰，拨开以后把它弄好。当然有这个颜色你就不要扔了，就留着它，就用这个颜色来补就行了。这边要拨开，所以呢，要买这 2x6 呢，就要买这么长一根来，给它糊住了。
现在要师傅要打四个眼，要冲一段，打出去。从里面打了四个眼嘛，定位定好了，然后那么再划航线，划航线以后就可以从外面切割了。但外面 star call 的，那么要换不同的锯齿。刚才老张你说用什么锯这个？要角磨机。角磨机啊，那就是说因为 star call 里它里面切割的时候比较麻烦，所以说看着开一个窗户要很多很多复杂的东西。这个定位定好，锤子呢？看看这个啊，直接把它敲出去。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加了框，四周都加了框，用 2x6 加的框。框的长度和宽度和我这个买的窗户是一样的，是36×48。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看到吗？加框的整体效果，36×48，直接可以把窗户怼上就行。现在进入打钉固定阶段，你看打了，首先你要用水平尺。大家要记住，最主要是用水平尺测量这个水平。你看，比如说，看一下，确定这个窗户不歪不斜，说水平尺很关键。那如果不平的话，你要从里面来调整，里面比如说垫垫小木头啦或者什么这样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水平尺啊，基本是平了。现在，你看，啊，然后这必须两个人做，平了以后打上几个固定钉，打上几个固定钉。固定基础上，大家就开始把所有的钉都固定住，然后再上窗的木线。外面的这个木线，这个窗框属于防水的嘛，其实也就塑料的是最好。好了，那不用再做另外一层防水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刚刚定，这个都是塑胶的。把它放下去。这个打 caulking 就可以。里面打了胶的。对，打 caulking。这个相对来说，偶尔它也会有水嘛，雨水也会从那渗进去。弄。其实最主要的做法，标准做法上面铁皮上面有叫 flashing， 这最完整的。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上面屋檐出来那么高，水肯定是
没有这么大的雨水以后烧进去，说上面就没做 flushing， 就铁皮所谓的 flushing， 这个上面一定要做 flushing， 你不做 flushing， 那你要把这个密封了做好，然后再防水做胶打胶。